今天非常的兴奋，可以得到了一个这个奖项的认同，感谢亚太会，非常感谢我的团队，我们这三年的努力被肯定了，今天非常的荣幸，就是说可以跟我的团队一起，来到会场一起表扬，这个是对我们最大的动力。我们得到了这个奖项之后呢，我相信我们的团队的士气大大的增加，因为我们的认可受到了一个肯定，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推动力。然后呢，我们的产品呢的知名度也会大大的提升，公司形象也不断的提高。我们相信未来的市场跟宣传的互联网呢，我们的客户们对我们的产品一定会有很大的信任度，使用的也非常的安心，因为我们提倡的是 natural healthy life。然后今天我们可以获得了 super healthy brand， 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肯定。所以呢，接下来我们相信我们很快就可以对接到国内外的市场，还有更多的平台。Modus International， 我们做到了，我们会继续加油。还有呢，很感谢我们的伙伴们跟我们的合作的伙伴，然后还有我们的客户们，谢谢你们一直来的信任跟一直的支持。